喂，大家好啊！咁就美國西岸時間2024年3月3日星期日晏晝1:15，13:15，13:15，咁咧就日前就聽到前輩咧，羅夢能前輩啊，即係咧撐錯老兩燒錯炮仗嗰個啊，係嘛？同上海人好 friend 嘅，同上海人係嘛？中意喺流浮山食海鮮啊咁啊，羅夢能 OK。咁咧對於操控嗰啲吊車係嘛？即係升到好高咧，吊個人喺個頂嗰度咧。走去影人哋後欄嗰啲啊，好叻嗰個啊，羅夢能。啊，羅夢能咧就喺度出咗一條片，咁就咧睇佢樣好似執到銀咁，啊。咁咧佢就話日前啊，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啊，阿毛寧喺北京咧。就有個外國記者就問佢中英聯合聲明啊，講咗咁嘅，咁你覺得係點啊？應該咁樣。咁啊，毛寧就話中英聯合聲明咧就再唔會影響到啲乜咁樣。哇！呢條阿羅夢能前輩咧聽到咧，好似執到銀咁。就话咧，哇！而家改咗啦口风啊，好事啊，改咗口风啊！依家咧就冇话嗰个中英联合声明咧系历史文件，系嘛？过时噶啦，失效噶啦，咁样冇讲喎，冇讲就咁咧。阿毛宁咧就直接就咁引述，就冇提话佢失效。哇！有改变啦，咁样啊！阿夢能，你真係成日一生人都係咁發夢喺度，啊喺度 dream 喺度 dream。佢咁樣講啊，阿毛寧講嘅意思就係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咧係歷史文件嚟嘅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唔會影響到啲乜嘢嘢嘅 ，OK？你唔好似執到銀咁先得噶，你真係啊，仲大大聲咁樣啊，聲大大冇放埋成日啊，夢能醒醒！